这就走较慢。啊，你若一届较大咧，伊就走较紧。我从事的工作呢，是属于透过同婉去引导交易很多的对象。我叫果冻，就果冻布丁的果冻，那小朋友都叫果冻爸爸。因为我们是做教学美仔开花，所以会针对对象去设计东西，所以从两三岁就可以开始玩，一直可以玩到99岁。妈妈来了。现在台湾的老人人口越来越多，啊，在未来2025年呢，可能就会到达25%左右。现在被重视的是失智症的议题啊，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想要研发一些非药物的方法，啊，来帮助他能够大脑活化。以前拢讲一句话，讲哦，人若呆，恁拢内行的对无？但是头壳有软无软对无？有退化无退化，看倒位？我讲哦，看手，看这个手掌手指哦。哦，你手指越灵活，脑袋越好哦。我会教你们做，就是软脑操。1、2、3、4。因为手是人的第二个大脑。去让大家软起来，能够精神提振。5、2、3、4。以前哈还年轻的时候，身强体壮，对孩子的部分身体体力各方面都 OK 了。但是我快60岁了，后来发现头发都白了。那走出去，人家会叫阿公阿公，所以带孩子的这个部分，我慢慢就放下了。那我慢慢把时间放在老人家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年纪呢，在带老人家哈。很有趣哦，他们觉得我算是一个小鲜肉。接触的这个肠道这个系统，那我写的东西我会回去给妈妈用。所写的东西用在妈妈，那可不可以用在我们社区的长者？当然可以啊。哦，当你的心哦，就是跟这些长者把他们当成爸爸妈妈的那个态度来对待，我觉得他们可以感受得到。那我安排的课程偏向脑袋，比如说专注球，那很多人老人家是专注力越来越低，所以在抛球的当中训练他们能够很专心的在当下。2、9、30。可以要滴滴又出来，啊，你也会未？陀螺这个是操控所有协调，还有本身它要的人去互动，不是单纯玩，所以它是有作用的。你用这三块，这个摆好啊，对不？哇，这个好来，你试看麦好来。然后七巧板弹的东西是执行功能，就是在大脑前额叶这一块。这一块里面呢，就是怎么去把它排出来，这个不对不对，最后把它排出来，训练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属于执行功能这一块的部分，所以整个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叫恁动头脑，头脑才会失去。摆起来无？来坐袂起来啦。老人家是有一个能力，就是这样慢慢上来，到一个阶段他只能上不去了。太难了，要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尽量训练这个地方。成功哦，一米快来，加高哦，来好，一下背，一米快。我们家做玩具的啦，
玩具呢，有一般的叫传统的玩具，哦，像什么打陀螺啦、溜溜球啦，哈、哦。另外一个就是需要思考的，像七巧板、九连环，哦，这些需要动脑袋的。那我们是偏向这一个部分。刚开始都是从卖东西开始，跟人家拿了玩具就开始卖。我们就有进入到一个玩具，哦，就是一个叫神奇的板子，就开始卖一个东西。啊，现在呢一两百个东西，这个历程大概有30年的时间。啊，卖到人家没货了，不做了，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好想办法自己生产。卖过房子，那也卖过一些度假村的会员卡，从那个很高单价的几千万、几百万的开始卖，卖到几十万，最后卖到这个几百块或者几十块的东西，感觉啦，就是说人家会感谢你。曾经有个老人家看到我们家的东西，就直接跟我讲一下说，你们那个东西不错，给人快乐，给人交易，给人启发的东西是非常棒的，所以你们那个东西可以传给子孙。我本身念电机工程，对生意不懂。我们家师爷他是本身是卖衣服的，所以他对生意懂，他懂得怎么去行销。他以前是卖衣服的店长。啊，咱这边吼，你就做弹珠台，木工的那些部分要用到眼镜的，就是由先生来。这个包装的小事我来做。来，算白手起家。比如说我要去买菜，我也找不出100块来买菜。像我在怀孕，我在生老大的时候，前一天我还是要去做生意啊。过年期间都是特别忙啊，所以我有差不多20几年都没有回过娘家，因为以前有时候一天要十几个小时的话，就要轮流顾摊位这样。嗯，而且那时候我们小朋友还小，从玩当中的话哦，培养责任感啊。因为他也要去收玩具啊，然后怎么去跟人家互动啊，可以产生很多种语言啊。国中的话，就跟先生同班的时候，他就是坐在我的后方，可是我一整学期我也没有听过他讲话。真的人真的是可以潜能可以被开发的。那他现在是抓到机会可以讲话的，把以前讲不够的赶快现在都把它讲出来。有句话说，娶到好某先过三个提工作，哦，因为呢他都把我推到前面去，哎啊，逼着你不得不站上讲台去上课。先不要拉好吗？好，来 ，OK。每个人都有拉到一条线的没有？来，自己找位置。好，来，好。我们这个游戏呢叫做希望高塔，我希望你们对未来会有一个充满希望跟期待，对不对？把这个高塔从这个地方移动到中间这个位置，可以吗？预备，开始。再下一点。哎，对。没有关系啊，你们生命当中都遇到非常多的问题，那是正常的。好，来 ，OK， 很好，来。我来这边呢，主要是帮这个欢迎国中呢带那个老实人的社团，偏向孩子的那个态度跟团队运作的那个智慧，还有生涯规划这个部分。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打开那眼界格局，不是个人，因为现在年代已经不太一样了。好，掌声鼓励，我相信你会有学习。好，来，好。我们一打上去啊，比如说这一格的时候，你要讲出一个你如何省水，你如何省电，三个字嘛。
透过这个怀旧的玩具哈，在玩当中比较没有压力，让他得到更好的效果。用你的行动表现。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到学校去讲故事，他当故事爸爸，我当故事妈妈。所以我们小朋友在读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进校园去讲故事啊。因为在家讲给一个听，倒不如讲给全班听啊。然后后来我们就邀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一些家长，我们就进了五间学校去说故事。来练出来。我这么给你看，你多久偷一下哟？好来好。你许唔能搞气的，唔得。安尼哦，我给你计时啊，对不？好，准备哦，开始。这个东西哦，就训练哪里？训练一个空间位置。好，15秒哦，真厉害哦。阿公呢，85岁了。哎，我们家最聪明的男人。要看爱学啊，爱训练再去。算这对你头壳有进步无？有帮助无？啊。加减啦，加减啦吼，会晓算啊，较袂老哦。啊，这九连环，把你这平常时拢放伫车顶去啊，包包咧。啊，甲恁介绍这个的营养课，这个是古早讲考竞赛的营养课，佮会晓摕出来，佮揢入去，安尼才娶某。啊，你是安那哪会要揢这物件，揢伫遮庙算？啊，摕去分人算啊。啊，庙的会晓伊就无聊，伊就忙拔安尼啦。来拔啊，这两支佮互你，互你去庙的尴尬。对，新的东西我去给他挑战。哦，啊，伊就。很有成就感，我们家的小朋友哈也都会，然后呢，有的小朋友会是谁教的呢？阿公教的，对。好，换我了哈，过来，你完蛋了，老师的吗？没了，我挡住了。挡住了呀！就发现三颗就会变成一个很强的防御。这样子你完蛋了，一二三四。啊！哈哈哈哈哈！耶！好。伊美呢？他是研究所毕业的啊。研究所毕业的特点就是他会，我给他一些东西，然后他就会去整理，包含那琐碎的制作啦。现在的工作除了像玩具的设计之外，也有做一些。卡片类型的设计，因为我是念创意生活设计系嘛，它是整合设计，它必须整合各种不同的资源，然后让它变成一整套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前面的那些玩的经验通通都串上来了，就变得非常受用。我那个论文的题目叫做从经验学习的观点，然后来探讨银发族的益智游戏设计要素的研究。可是对于成人的教育这块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我想说在做研究的时候做很多专家的访谈，跟银发族这边有动脑筋认知功能锻炼的一些教案的规划。涉及到判断那个方向位置或是还是思考比较多，挺有趣哦，就是第一次遇到有人用这种游戏当作研究题目的，那我就用我的专业，然后帮他看他的材料，看他的游戏过程，给他一些建议。可是他是属于空间判断，所以觉得我收获很多。然后我就跟他丢了一句话：我等你5年了。因为呢，去台湾的是少子化，然后呢，老人家越来越多，然后觉得发觉很多人在找我们东西是训练老人家的，可是我们不懂。啊，到底训练什么不懂啊？所以我们这个因缘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进一步的接触。有，哎，不急，不急。那慢慢用。啊，今天来这条仔，主要是讲吼，因为阮即马咧推荐的物件，叫做老实人处方签。你有出来拢做健康对无？心情拢做好对无？啊，但是百分之
八十九十人拢无出来。啊，所以阮即卖咧开发这物件，就讲吼，有一寡物件会当帮助即寡老人无出来，啊，咱的物件会当入去的。即卖吼，台湾上大的问题是啥物？对吼，老人愈来愈衰哦，就变高龄的社会。食老人上惊啥物代志？上惊老人痴呆。老人痴呆对了，对对对。是安怎诶？较无出来，伫个人高龄。大脑的一个成长过程，在过去的研究发现，在四十岁之后，在额叶的部分，它会慢慢的萎缩。那到了六十岁会掉得更严重，每年会缩小1%左右这样。那所以意思是说，就算我们不会失智，我们都会还是会有退化的现象。台湾也在讨论这件事，就是所谓的社会处方签，意思说不要只是光吃药、打针、吃药这些，还有一些属于就是平常生活的一些活动啊，可以帮助他整个身心活化的。那桌游是处方签的其中一种。那基本上老师呢，就是讲咱的头脑有法多跟咱身体同款运动，我让老师呢设计者，和大家来做头脑的运动。头脑训练真正有效吗？有哦。啊，食老袂当阁训练吗？会哦。早一点预防。啊，慢点预防。啊，咱今晚就是要带着请国栋老师甲咱上这個，头脑够好，吼、就较袂失智啊。这个七巧板摆看麦，对，这个进步啊，吼，来好。哎，有热无？有啦，来 Kimmy 快。同款这三地来摆下骹这个长方形，有看到无？来，完成啊！你看，你上高来，拢免提示，家己就会晓呀，对不？啊，你有感觉有动到头壳无？无。好，啊，这物件就为了老人家设计的。好啊，过来，你得先摆。80%-90%老人家是不出来的，可不可以真的对这些长者有点帮助？所以我们才做这个老四人处方签。但这个东西呢，不是你说抽它有效就有效，还是要有前车后车或是学理的上面的支持，所以我们才会有跟邱典教授的一些配合，他来帮我们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哪里该修正。好，所以我们需要做一套很完整的东西，对大家有帮助。本来它是几何嘛，对，几何应该也会有。只是要预防失智症的话，就会有五大项都要去处理：注意力，再是记忆力，再是空间，再是语言，再是执行功能。好啊，我们就会了解说啊，这个东西是训练什么的。方格去摇，他就开发这个，用这个来玩一个短期记忆力啊。他来问我说，请我看这个过程 ，O 不 OK， 需不需要改正这样子？好，开始。好。X 多少？276。276，好来。啊，你伤简单啦，对不？好，来好，好来过来。你国栋师兄啊，他一直在做游戏设计的，这些东西哦，对长者来讲很亲近，因为这是木头做的。3秒。而不像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桌游，就好小一块了，人家都看不太清楚。而且就是同玩桌游比较符合他们年纪、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他们曾经玩过的。我们来分析研究一下哪方面的玩具啊是符合可以训练他某一种认知功能的。啊，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讨论啊，我们就创造了出一套是符合老人家可以使用的，而且可以帮助他大脑活化的一个桌游的内容，这样。六 ，OK， 赞 ，Kimmy 换，来你看。我去当医疗志工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心灵病房我们也可以放一些东西给大家玩，他们比较有些东西可以动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有段时间进不来，
青南居心灵病房的几个本来我们换了玩具的地方来做整理。其实我把这些玩具就当作自己的孩子，你看他在服务非常多的会众啊，或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种布施啦，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一块。一二三四，阿丁画二二三四，好不好？二三四，我觉得从零岁到九十九岁都可以。透过玩具，他不陌生这个，对这个环境比较不害怕。那其实这个病房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陪病人好好过每一天，而且珍惜与家人相聚的时光。那玩具啊，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青南居有时候他是暂时不方便去那边做复健的，有一个师姐呢，特别跑到我们家来买个东西，她要弹珠台，后来我借给她，她说呢，她妈妈那时候呢车祸，那有一只手是有状况的，没有力，然后呢，结果她就在那个地方不知道玩什么，结果就玩弹珠台，右手跟左手比，那这个一年的当中，她手恢复回来了，然后她一直很想要那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有帮上忙。这么多的颜色，你找一个蓝色，你把它接下面。其实妈妈生病这段大概五六年的时间，只要跑医院、跑诊所，就是我在安排。这段时间呢，我直接感觉就是妈妈呢用她的身体在教育我。最后就是进入加护病房，我陪着她最后的那一段十几天。你可以讲说一个老人家说陪伴了你一生，然后最后呢在生命那个过程你陪在他旁边那个，所以我对妈妈的部分我直接讲说我们没有遗憾。妈妈虽然不在了，可是用那个对父母亲的这个爱就延伸到这边来，我觉得这是目前我要做的事情。在透过玩的当中讲一些正念的观念，讲好的观念等等，那影响他，他让他心情更好一点。在这个地方被尊重、被关心，然后也找到成就感，甚至呢，慢慢的引导说，他还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关心别人。未来的部分呢，我比较期待就是能够把这同样的东西发挥得更好，那个是一个责任跟使命。长者以前留下的智慧，来到这一代，我有一个责任要把它做得非常好。能够传承下去，然后对未来的不管是孩子或是老人家都能产生作用跟帮助，这是我后面这二三十年要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甩下去什么颜色要提起来什么色，对吧？这就是我的妇女的记忆力，知道吗？所以有用定来算，好不好？头壳是如用如好，没用他就慢慢迟钝了，好不好？给你祝福。